美式卖场停车场传出阵阵狗叫声，民众发现声音从一台铁灰色轿车传出来，上前一看，一只米白混色的狗儿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仰天吠吼，车里没有其他人，就它一车一狗，疑似苦等逛街中的主人。它可能造成它会就是窒息，以我们人来说。 十来分就已经受不了了。当时发现的民众还陪着狗儿一起等，但等了半小时都没等到饲主，民众因此报警处理。警方也狂打饲主电话，打了一个多小时才联系上。不得长时间将宠物留置在密闭空间内，可处3000元以上15,000元以下罚款。 虽然有些卖场不能带宠物进入，但若饲主要将狗留置在车内，除了开窗，也能开启小风扇，帮助空气流通。 自主顾着逛街，却把猫还关在密不通风的车里，除了违反动保法，也哀轰这样实在不妥。记者韩志兴、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